下饭菜，鱼香肉丝，个人做法，喜欢的可以收藏保留一下。里脊肉切成丝儿，然后放料酒、盐、鸡蛋清、淀粉，抓匀腌一会儿。准备葱姜蒜末，木耳提前泡发，木耳、尖椒、胡萝卜切成丝儿。我没有买到冬笋，就没有放笋丝儿。然后用两勺生抽、一勺香醋、一点老抽、半勺白糖、两勺淀粉、适量的水搅拌均匀备用。锅中放少量的油，放入肉丝儿滑变色，盛出备用。另起锅放油，放入葱姜蒜末炒香，放一勺郫县红油豆瓣酱炒出红油，然后放入准备好的配菜炒断生，然后再放入肉丝儿，倒入调好的汁儿，翻炒均匀。出锅前放一点鸡精即可。家庭做法，不和专业的厨师比较，大家也多多包容一点，你们喜欢就好。感恩所有人的支持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谢谢。